Okay guys, I'm back in QQ Speed Mobile. Chapter 3 is unlocked and now it looks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now. Not sure what's going on. Mira is like underwater. Some red, I guess it's the flower. Even the voting also looks like Yue is winning. And that's even Mira. Yue's costume. There you go. Alright, I got Yue's costume now. It's time for chapter 3. Let me show the video first. Anyway. Chapter 3, let's go. Okay.
在独处时才会这样的我，要怎么面对他们？看来我们的主角在外面偷听很久，也好，省得我跑腿了。他们好像都很生气，我该怎么办？从前是怎么做的？那个果断的我是怎么面对他们的？虽然你受了伤，但这也不是迟到的理由。静，今天的汇报你看了吗？车神查理的女儿，谁允许你们把客人请到吉星的高层会议的？我只是想让小橘子陪我，没有他我……随便吧，我没空听你解释这个，这些东西已经够让我头疼了。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可是阿静看起来并没有很着急呢。静姐姐，别害怕，我会陪着你的。静，看看今天的报告，这是彻彻底底的失态。吉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么大的耻辱。你对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解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你作为吉星车神给出来的答复，没有解释，没有讽刺，没有改变局面的方法，甚至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这是你作为车神应该给出的答案吗？我真搞不明白你到底怎么了。这样的气势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应该说些什么？已经是对手，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我不行。一言不发，这就是你的表态吗？静，我虽然一直觉得你还不够老练沉稳，也不完全认同你的做事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是一个有能力的车手。格伦达女士向来客观。少说这些没用，我现在需要的是解决的方案。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对于吉星和各位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也许我们可以和月姐，我的意思是和月去谈一谈。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谈一谈可以解决的了。星颠对决已经被启动，在吉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外人启动过这个流程，这是前所未有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胜利，当着所有人的面获得的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风向偏转，董事会才会重新恢复信心。你明白吗？我明白。你不明白，你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怯懦犹豫，没有章法。静，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现在需要你承担起来吉星车神的责任。我会负起责任的。我好了，你不用说了，我没指望你。来这里前，我让台词准备了一场车神发布会，让外界了解车神的状态，并且向外放出了风声，说月是一个依靠意外胜利的投机者。以他的性格，为了投票热度，他会再一次接受比赛。格伦达女士，看来您的策略奏效了，我们已经接到了月同意比赛的信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的工作，静，不要让我再次失望。我要做什么？我需要你去一场发布会进行演讲，告诉他们吉星车神仍然锋芒毕露。我需要你在这场发布会展示自己的车技仍然娴熟，并在这场发布会之后安排一场跟月的对决，击败他，然后舆论就会偏转。一个老练的操作，不愧是格伦达女士。在和月约定的比赛中，你必须获得胜利，请你必须打败他，靠自己的力量，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打败月，可是我没有可是了。最后的对决在七天以后进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要你能够击败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事情就还有转机。为了最后的比赛能够顺利，这几天请像平时一样进行训练吧。静，你的，哦不，我们的时间都不够，今天就到这里。牧羊，关于上次进比赛时的数据，还有月 Q Speed 同调率的技术分析，单独发送给你。为您效劳，格伦达女士。哦，差点忘了，是你一直在检测全场的 Q Speed 同调数据，有发现什么吗？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知道了，静，你最好自己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要打败月，可是我……静姐姐，你一定可以的，我会一直支持你。小橘子，我必须用赛车打败月姐姐。可是，我真的还能赛车吗？想象一下以前的感觉，回想起赛车的感觉，赛车的感觉，想象着以前怎么克服的。The playing has the real mirror. 回想起握着方向盘的感觉。Not the racing mirror. So long for the first season. Thank you.
有记者，我还会进行录播，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表现。可是我，静姐姐，你怎么了？你的脸色好像非常难看。我可以的。各位记者们，车神已经准备好了。今天他将驾驶他的各驾星皇，在训练时再次展示他神乎其技的星月跑板。我可以的。静姐姐的状态看着似乎有点奇怪，似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看起来是被叫来的记者。快看，吉星车神已经准备启动赛车了。听说这辆星皇只有吉星的车神可以发挥出全部实力，看来可以记录下来吉星车神恢复的状态了。那里似乎会播放我所有的表现，格伦达会看到我所有的动作。如果表现不好，可能他会大发雷霆吧。那是月，他怎么会在这里？是来看我笑话的吗？该怎么办？各位在场的记者和观众，吉星的车神很快就会开始训练展示。关注直播的观众们，车神即将一展风采，请你们拭目以待。记住昨天网上操作手册里的流程，拉动杠杆，回想起赛车的感觉，踩下油门，我可以的。你看，赛车也不是这么可怕的。月，不，我自己可以。There's a mister. What is that about? It's like elimination but with no opponents. Yeah, I think it's elimination, but I'm solo. Okay.没什么，没什么。
静姐姐，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没办法赛车的那个自己？你看出来了，我还以为我能藏好。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就是这些年来你毫无长进，静，因为你的伪装被拆穿了，所以你撑不下去了。你就是那个月，你想做什么？我不允许你伤害静姐姐。我早就劝过你退出，静，放弃车神的位置，离 Q Speed 和伊甸乐园的事情远远的。你非要这样不自量力。月，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有非要达成不可的目标，而不是像你一样还在抱着过家家的幻想。过家家的幻想，他为了实现和你的约定已经倾尽全力，而你现在又在做什么？看看现在的你还需要别人维护，还在说什么约定？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你真的有能力承担车神的位置和 Q-Speed 带来的东西吗？为了实现和你的约定，静姐姐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她一路艰辛地成为了车神。约定？哼，她真的是靠自己成为的车神，还是只是靠着对别人的拙劣模仿？我不许你这么说，静姐姐。不许这么说？看看她，她所谓的另一个人格不过是对着别人有样学样。我知道你，静，你不是什么果断的人。静，放弃车神的位置吧，你赢不了。你太纤弱了，像风里的花，花朵是长不成巨树。我只是花朵。你胡说，静姐姐是一个合格的车神。静姐姐，你不要听她胡说。也许她说的都对。虽然我并不想打断各位，但是静，格伦达女士在等你，她正在俱乐部会场大发雷霆呢，你可不要让她等太久。我知道了。静姐姐不要担心，我开车带你去，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对你也很有兴趣。无聊。你身上的 Q-Speed 的波动，还有那朵彼岸花，似乎藏着什么秘密吧？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对身体的负荷一定不小吧？为了打败静，看来你付出了不少代价。哼。别人的事情你还是少操心。我可从来不操心别人的事，我只操心有意思的事。Okay. 是你们平时见到的那个我，我没办法叫出他。你
到底想说什么？我来解释吧。静姐姐一直有两种人格状态，一个比较果敢，一个比较内向。但是因为比赛的事故，你们平时见到的那个她似乎消失了，而现在这个她只是独自一人时才会出现的她。等等，你是说她的体内藏着两个人？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的两种人格，一个能赛车，另一个不能赛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理解，但是简直像是编造的理由。海斯，去把我的头痛药拿来。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的你并不能赛车。去联系媒体，取消后续的车神发布会以及和月的对决，同时告诉媒体和月，我们增加月的曝光，准备好地球化发言稿，准备在明天进行发言见面会。格伦达女士，你要做什么？吉星的车神之位恐怕要易主了。时代的见证者，你不能这样。不能？我告诉你，我不能什么样。我不能容忍别人对吉星指指点点，因此我就不能容忍一个优柔寡断、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的人坐在车神的位置上。我不能容忍一个车神连握着方向盘都做不到。不能容忍车神要靠着自己的另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人格来保障吉星的未来。可是，没有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查理的女儿，必须去解决。如果这是为吉星好，我建议想办法把这个什么月扶上车神的位置。说不定换一个人更适合这个位置。那静姐姐以前为吉星做的那些事情呢？一直以来他都为吉星劳心尽力，双子塔的建设，星皇的设计完成，哪一个不是他不眠不休做出来的？难道经历了这么多的他不值得被给予一次机会吗？吉星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我必须……这不是吉星第一次遭遇危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难道在面临危机时不才是相信对方的时候吗？我会想办法的，连这种时候都不敢凭自己争取。格伦达女士，如果连车神都可以这样随意放弃，怕不是会让其他吉星车手心寒。牧羊，连你也给他求情吗？好吧，给你最后五天时间，如果在发布会开始前你没能找回你所谓的另一个人，我就会按照计划推行下去。静，记住，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知道了。静姐姐，不用担心，不论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的。可是我真的做得到。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真的有办法找回自己吗？
才能重新驾驶赛车。贱女，你是吉星的车神，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格伦达女士，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你还是毫无成长，依靠着别人寻找自己的道路。月，我没有。没有？你难道不是拙劣地模仿别人的样子当做自己的目标吗？但自己其实不过是一个优柔寡断怯懦异常的人。我没有。你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最后还不是格伦达女士为你兜底。你们都别说了，我真的没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必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都行。查理的女儿，去吉星俱乐部的换运入口，
你应该还赶得上。那当然了，静姐姐可是我最重要的姐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站在这边的。静姐姐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找你。希望静姐姐不会出什么事情，我得再快一点。 Right.I remember this picture.这里就是吉星的幻域吗？等等，那里是……你们怎么在这里？做什么？当然是带我们未来的新星看一下我们吉星最尖端的技术了。格伦达女士的预案可已经准备让月进入吉星核心了。静，你还在寻找恢复的办法吗？别白费力气了，你赢不了我的，你也没有我为了达成目标可以果断抛弃一切的勇气。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这和你没有关系，静，你只需要知道你挡到了我的道路。我们不会就这样放弃的。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静姐姐，但她最后一定会在赛场上打败你。你们继续玩这种不切实际的过家家吧。莱斯，我们走。月，你刚刚在幻域里看到了什么？这个幻域可是会折射出一个人情感中最重要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走吧。静姐姐，不要管他们，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我会尽力试试的。静姐姐，不要管他们，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我会陪你一起找到自己。这里真的能让我找到自己的心结吗？牧羊说只要输入了自己的信息，整个空间就会转变成自己内心中当前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怎么又是这里？这就是静姐姐曾经的经历吗？001号和002号跑了，追回来他们。静，快走，我们不能被他们追上。I understand. 要去极星。什么？月，这是我开始赛车的起点。都怪我，都怪当时的我没有能力，都怪我只会借助月姐姐的力量。我知道了，这次的事件就是静姐姐的心结，想要化解这个心结，你必须阻止这次事故。可是我该怎么做到？做不到的，只有赛车的人格才可以。可是赛车的状态只是假的，我还是这个什么也做不到的。静姐姐，你可以的。This is Kiss Beat Wonderland all over again.
all of them, all the kids. Yes, all of them.去面对一切。
我身边。不过，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在你身边的，青姐姐。零零一号和零零二号跑了，追回来他们。叶姐姐，这次你一定不会失败的。竟还是没有出现，看来接下来又得我上去卖这张老脸了。海思，准备执行 D 计划吧。好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吉星车神身体抱恙，恐无法进行接下来一切活动，估计明天会轰动全场吧。
也许再等等会有惊喜。牧羊，都这样了你还在帮他说话，他肯定最后会放弃的。我们的车神大人可不是那种无趣的人。星皇的性能果然还是值得相信的，我们赶上了。It's a new mirror right there. Okay. Oh man, chapter 4 is not coming up yet. Okay, so here's the bonus.这条准则后，
我从未出过差错。伙伴永远都是最值得依赖的存在，而我走过的如此漫长而枯燥的旅途，也正是因为有了伙伴，才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静姐姐将会是我永远的伙伴。我曾以为我将永远带着我和月的约定走下去，我也曾认为成为一个像月一样的赛车手是我穷尽一生的追求，但是我就是我，我不会成为任何人，我只是静，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OKAnd so, chapter 4 on the 17th, and probably chapter 5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guys.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time.